功能，从卵出精子，他们养牛了以后，他们就水就慢慢那个池底就开始干涸，然后整个水池就不见了。那所以我们就进行就有栖地那个就有栖地的一个富裕，然后在富裕之后，我们再进行生态池周边的一些生物监测，来看看说有这个生态池之前跟之后有什么不同。然后在当时他们没有一个协会，所以也没有办法对外发声，甚至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单位能够对外接客，所以我们就帮助他们来组织了这个水阿库社区营造协会，今年第二年，非常的年轻。然后还有就是解决他们最急迫需要的问题，就是土地跟房屋的问题。那他们现在的这个牧草的耕种的这些土地，其实都还是属于国有财产局的。那我们在帮助他们说去跟垦管处沟通，然后看能不能帮忙跟国有财产局去承租这一块土地，让他们耕种。那在这些基本的一些事情做完了之后，我们就是开始做解说员的培训，让有意来参加我们解说课程的一些居民们来上课，然后再来就是导入游客。目前我们是已经导入游客这一块已经完成了，但是游客还是需要透过预约，还没有办法像社里那样子比较成熟的去自行接客，还是要透现在九阿库目前还是要透过垦管处或者是社区里面研究室来接一些客人。